今天这个场面你可能也有所得，你们的国家里面有一些人要喊口号的，可能认为你做得好，是个勇士，但是你失去了一个中国的朋友。请原谅我要离开这个稿子讲几句话。Madame the President, I'm sorry to say that. Merci beaucoup.